大家好，我是顾永琼博士。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，越来越多的我们以前用经验总结的特征被科学验证，比如人类都有指纹，在胚胎发育的前10周都已经形成，有斗、鸡、弓形纹3大类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比如古代就有看手相的说法，似乎指纹也能够预示你的命运，但是要是放在现代来看，这些说法却没有什么科学依据。不过，有些疾病冥冥之中还真的和指纹有着联系。这次发表在顶级学术杂志《科学》上的论文，就是复旦大学和中科院联合发现，这些指纹的形状和基因息息相关。比如，未来在先天疾病早筛、人体疾病预防以及职业体质选拔方面均有重要的意义。以唐氏综合症为例，一个小孩在出生时拿到指纹特征之后，就能够通过分析指纹来达到98%的准确率，判断是否唐氏儿。我觉得指纹是否能够说明未来富贵，倒是一个小问题。能够发现并且预防你的一些自身疾病，才是最重要的。